完了，怎么了？我刚离开的时候忘记关电脑了，微信聊天还开着呢，刚好骂了杨思恩几句坏话，会不会被他看见？完了完了，你完了！完了完了，你完了！离开工位之前，一定要布置好电脑桌面。布置电脑桌面？啊。一部高德芬，啊，什么片都有。小羊羊，二，啊，有，没问题。小羊羊和小太郎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，三号空位啊。总监，下午3点的会您别忘了。总监好。高德芬呢？刚出去。这个高德芬不错，有前途。提着名字就行了，哇。哎，你说一部收上来这些数据报告，好多过期根本用不了，这属于什么滥竽充数？到了，天然哥，吃饭吧。乐姐，快尝尝，这家奶茶巨好喝，芋泥口味的。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，你这菜不错，我来一口。这什么菜啊？酸菜鱼。哎，重点不是这酸菜啊，重点是这个鱼是黑鱼啊，总监。好了，不要说话了，好好吃饭。是是是，哎，谁又提了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半没有提啊，没有吗？嗯，换你了。我点的明明是个肉蛋套餐，这哪来的鱼丸？那个，先吃啊，我胃口不太好。哎，给我来一打啤酒。好的，请。好，谢谢。下面有请本土摇滚乐队水族箱带来他们最最精彩的表演。小姐姐香水太浓，拿完卡刷完脸，我溜进转角便利蜂，里面是家水煮玉米奇怪物，我气势如虹。老板说放狠狗屁不痛，组长说你继续给我冲，我是个大好青年。
给了三句提示，我一点就透，讲起来大好青年，你们可千万别走，要是瞎眼瞪。